欢迎大家嚟到调解中心。以下系一段听力测试。我讲嘅全部都系决定嘅。都听到两边嘅意见嘅。真系唔听到咩？当甲乙双方冇共同语言，我唔觉得离开公司嗰个要系我咯。我都听唔明点解。根本就唔系 language 嘅问题啦，系咪啊？我知道我哋唔会有 common ground 噶啦。点解你哋全部都觉得冇问题嘅？我哋做调解员嘅，唔使理我哋觉得点。佢哋听到共识喺边？仲有得行噶？不如我哋慢慢倾啊！湾仔码头点心诚意诚轩和解在后，3月27号起，星期一至5晚9:30 ，Feel TV。